掉了盔啊。等周围嘅麻绳碎屑证明有人被绑住，而灯上面嘅刀痕系火烛嘅时候一人割断麻绳救走呢个人而留低。唔通大灰熊仲搞埋老人勒索，定系有仇家呢？我个人被大灰熊啲僆打到伤晒，又冇嘢落个肚，身体应该好虚弱，唔会有力推冧呢啲架。一定系有人割断麻绳，推冧呢啲架，然后扶佢入后门走。但消防嗰边推断所有人都系由正门走嘅。消防都唔知有第六个人啦，一开始就推断错啦。先生，你咪谂啲咩？站喺两边点，我肯定系有两个人由呢条后楼梯走，而墙上面嘅灰烬痕迹一条系受伤嗰、那个，佢弱到企唔稳，跣脚撞埋墙留低；而另外一条系救人嗰、那个，因为要承受埋另外一样重量，挨埋墙行而留低。如果唔系大灰熊啲僆救走佢嘅，即系话仲有第七个人。我都好想知佢边个。如果呢度有天眼，咪知道佢哋去咗边咯。救人嗰个就系放火嗰个，佢就系第七个人。点解？放火嘅人唔单止个样同我好似。就連幫我啲同學同款，我認得下人。佢放火係要製造混亂鬥。我知點做。虽然就影得唔系好清楚，不过你分析都中晒啊！但都证明唔到我唔系纵火嘅人，被救走个遮到实晒，冇可能查到系边个。咁点算啊？又话天眼影到就系事实。我一直都相信天眼影到系事实，但系原来事实并唔等于真相，真系估唔到啊！有人会利用天眼嚟陷害我，几讽刺！实抄到陷害你嗰个人出嚟嘅，可能离开咗香港。你点数？要几耐先到到马尼拉？上咗火船，两三日都到啦。Call.
KCCC 2804/2014，被告人司徒信涉嫌于2014年6月2日在荃湾利德星工业大厦纵火，并打伤一名保安人员。范飞先生，请问你是闭路电视入面的保安人员呢？是。你认唔认得闭路电视入面的人啊？梗系认得啦，我睇住佢放火噶。呢一个人喺咩法庭入边呢？系。麻烦你指出嚟。就是他啦。當日咧，我巡樓巡到去九樓，跟住咧喺九樓個單位咧，見到佢淋火水仲點火添，咁我咪上前制止佢咯。跟住佢又打我，仲累到我燒傷咗添。呢度啊嗱。嗱，靚仔嘅真面目咪就係個不折不扣嘅悍匪咯。司徒信先生，根據你俾警方嘅口供，你以私人嘅原因理由拒絕透露案發當日你喺邊度，係咪啊？係，但係當晚我唔喺案發現場，片裏邊嘅人根本唔係我。但係你提供唔到不在場證據喎，係咪啊？係。呢一份係警方嘅報告，證實你同毒販梁展華有接觸，而且喺違反警隊程序之下私自盤問佢，仲因為呢件事同你上司戚令儀警司發生衝突。有冇咁嘅事啊？有。警方喺6月3日喺你屋企樓下拘捕你，當時手上邊拎住一個裝有300萬港元嘅旅行袋，你拒絕透露呢一筆錢嘅來源，其實就係你同毒販合作得到嘅利益，係咪？我冇同毒販合作，啲錢唔係咁嚟。以上所有都係你上司嘅證供，你仲有乜嘢解釋啊？法官大人，我要傳召一個新證人，證明我當事人不是縱火的真兇。批准。咦？咪張證人？咦？佢唔係過氣歌星周正文？佢唔係去做咗名媛咩？做咩依家嚟做證人嘅？本人周正文谨以至诚，据实声明及确认，细伤所在一概是真。周正文小姐，你同被告司徒信系咩关系？我哋系中学同学。喺案发当晚，即系6月2日，你喺边度做紧啲乜嘢？我喺我浅水湾嘅别墅度。嗰一晚，我同司徒信一齐，一男一女深宵喺个别墅度，有咩做啊？嗱，既然系咁，点解司徒信唔肯讲佢有另一个不在场嘅证据？嗰晚我食咗好多安眠药，我想自杀。系司徒信嚟救翻我，佢一直都唔讲出嚟，系惊影响我嘅声誉同埋我嘅婚姻，所以佢一直帮我保守住呢个秘密。正文，正文你点啊？正文，等多啲。点啊你？嚟，我送你去医院。唔好，去医院，全世界都会知道。我唔要全世界都知道啊！神，我发现到我老公有第二个女人，我好唔开心，所以我染上咗毒瘾。系司徒。他一直用所有方法帮我去解毒，甚至乎找卖毒品嗰个人，叫他不要卖毒品俾我。唔使怨我，做咩？
你冇事嘛？阿信，我好唔开心啊！我老公有咗第二个女人啊！吸咗毒咧，会好开心噶。点解我食咗仲系咁唔开心噶？边个买咗 cocaine 俾周静文嘅？你唔好话唔知啊！阿 Sir， 你讲啲咩英文嚟噶？我唔识噶喎。唔好玩嘢啊！你玩唔起噶。你要玩我日日扫你个场陪你玩啊！嗱，你条僆咧断正，你请定律师帮佢打官司就得。阿 Sir， 头先你话有计倾噶噃，想点先？以后唔好再卖毒品俾周静文。就系咁咋嘛？得，放心阿 Sir， 我哋帮你搞掂嘅。得闲多啲嚟玩咯。嗰300万系我俾司徒噶。是我叫他你给我小三，叫那个小三不要再跟我老公一起。陪审团有结果没呢？有了，法官阁下，我们以5-2通过，被告縱火及意圖傷害他人身體罪名不成立。本席宣判，司徒信罪名不成立，當庭釋放。退庭。哥。节目片段会在 TVB USA 官方频道每日更新，未订阅的你就快点 subscribe 吧，记得按下面的钟仔就会准时收到频道的最新资讯了。